有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晒出了受邀前去参观林丹的新居。林丹的新家是一栋三层的独立别墅，包含了一个大庭院。林丹特意将一间房间做成了台球室，面积宽敞。这栋三层的豪宅装饰了一盏数十米长的水晶灯，从楼顶直达底部。据该网友说道，新房历经4年才完成，很不容易。不少网友认为这样的装修品味像是暴发户的风格，也有网友觉得审美很在线。在网友晒出的合照中，林丹与美女合影，脸上全是喜悦，正中间特意放置了一尊羽毛球的金雕像。林丹的儿子也罕见在新家露面，小小丹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玩耍，头发浓密，皮肤白净。林丹作为福建籍运动员，退役后林丹与同为运动员的谢杏芳也一直致力于羽毛球运动的推广，还建设了自己的羽毛球俱乐部。